还有活着的丧尸。嗯嗯，丧尸，活的丧尸啊！啊，咔咔咔咔 ，OK， 很好，很逼真，咔咔。我的演技怎么样？很棒，很棒。来，这个来，这个戏你研究一下，看一下。这个是在讲说，你是一个哀伤、孤独的男人，然后这一场戏是，你的女朋友要跟你分手，然后你很哀伤。红线这边呢，你要挽回她。这个爱恨情仇当中呢，又有一丝丝那种悲戚，然后隐藏在心里面的那种悲伤，那种带有撕裂的情感，好吗？要演得很可怜，演得让人家心疼，那种哀伤，好不好？啊，来，可以啊，来，揣摩一下，揣摩一下。哦，你为什么躲着我？你走开，我现在不想见到你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你准备好跟我讲一声。哦，好。我说过你。准备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好，来来啊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你为什么要躲着我？你走开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我是不会走的，因为我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。可是你的爱让我窒息，我怎么做都是为了你的，你知道吗？咔，我咔咔，你再演下去我就要窒息了。这我不重要，剧本不重要，我们不要看剧本。你有没有那种比较拿手的角色？拿手的，拿手的有，有，太好了，那表演给我看啊！好，不要紧张啊，放轻松。好了，跟我说。OK， OK 了啊，来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四打。斯达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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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，怎么样，姐，好不好？之前导演说，就算演尸体，也不能呼吸，也要逼真。除非I got，好吗？还，我之前可是在群里面演的最。你有没有那种，别的角色可以表演的，就是活着的，会呼吸的那种。有啊，有吧？好好，那就演那一种啊。小二，啊，土匪、劫匪，悍匪，还有活着的丧尸，丧尸，活的丧尸啊！咔咔咔咔 ，OK， 很好，很逼真，咔咔。我的演技怎么样？很棒，很棒，很好，很逼真。我想我对你的演技接受还需要一点时间。这样调整一下吧，先练形体好不好？来，调整一下，练形体啊！我的丧尸不逼真吗？